咱全台介绍咱的过去行政院副院长，咱即摆地图的董事长，三一九全国走透透演讲会时阵，我时常因为我罕得拄着比我较热的人啦吼，伊比我较热，我拢避在伊后壁看，一位长者，一位教授，一位专家，一位疼台湾的人，吴英仪，请你用掌声来欢迎咱吴董事长。感谢两位主持人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仔站伫这个所在，我要真心情是非常沉重啊！各位啊，提醒，咱现在台湾啊，会使讲真正是有发生这个国家的危机，特别是咱拄啊这个王理事长有讲起哦，咱的服务业的贸易。一块内面最近马英九讲要签的这个协定，这个协定若签了，我看咱台湾绝对行去。是安怎讲呢？这个服务业什么意思？就是讲咱台湾啊，所有的工厂以外，这些产业讲啊都服务业啦。所有的工厂咧制造以外。政府嘛是服务业，政府当然无问题。哦，这公务员呐、这银行拢服务业，这大件的无问题。但是咱台湾即卖所有的这个中小服务业，差不多80万间。各位啊，恁所在迄个所在，无论是讲哦，这个洗衫的、哦剃头的、美容的、修汽车的。啊，餐迄个细间，迄个哦，餐厅也是路边摊等等，即讲啊，做服务业啦，唔免制造的。然后咧，食衣住行，即也做服务业。啊，咱台湾咧，80万间即细间的，大间的当然有啦吼，讲7-Eleven吼，即、这个超商即是大间的，即是少数，剩的拢当叫中小企业。即是咱台湾经济饲咧500万人。500万人若加因的家属，我想我话唔大。遮个产业，伊即卖马英九讲要开放中国人来，伊讲伊要劳工无要来啊，要让因来投资啊。讲一个人啊，一间啊，拿20万美金，伊会使带两个人，啊，佮加30万，佮加一直加落，啊，伊厝的人来当来，所以佮太太佮囡仔拢来。啊！若一间投资嘞，起码嘛7个哦，啊，佫继续佫再去买去共变，哇！你来你到地哦，估计嘛50万个来。咱台湾拢中小企业拢家庭式个，啊！伊这中国来个嘞，后壁拢啥？拢伊咧公营事业，拢伊咧政府支持个，啊！伊对咱台湾是要共吞去呢？所以伊即摆来，毋是要来做生意呢，是放互伊来，互甲咱台湾啊，再安尼共吞去。较早是讲用无人机、用大炮、用国际社会共修理，伊即摆毋是放人来。啊，咱台湾也无欠钱啊，咱台湾的钱哦，坐到拢因卡巴，迄是咱这无钱的人啊。啊，若照中央银行的数字，咱是几啊条的钱开袂出去。所以咱钱无问题，技术马英九讲，啊，咱台湾的行业技术好，咱去中国投资无唔对，可能几间啊吼，遐什么美容的、结婚的遐吼，遐有钱的去啊，啊，中小企业我都去无，无啊多啊，啊，所以即卖开放来，外境的来，把咱台湾遮拢占去，啊，伊讲啊，一间会当创造7个就业机会，啊，这头家中国人。啊，后边拢政府来投资的，啊，咱遐的迄个中小企业变怎，要靠啥食？啊，伊个中国是14亿人呢，啊，伊个来咧放咧有10万啊、100万啊，咱台湾有法度无？咱无法度。啊，搁政府放伊来呢？所以啊，我今仔特别只提醒各位啊，咱一定爱听开，
一定要甲阻挡，袂使互伊签结。马英九讲袂使改，袂使改，我自己改的都拢无效，最后拢无效，最后拢无效。那有讲改自己就无效，啊，若照伊讲就讲，安尼那有一天啊暗暗啊渐渐啊，伊暗中个签伊讲台湾袂去，拢袂使改，啊，台湾何袂去啊？那有人这个政府这个背后这么重要，影响80万间的中小企业，全国所有影响80万、500万员工的这个代志，无事先跟咱参详一下。啊，就去暗暗啊含人签，啊签了讲自己都袂使改，民众真厉害无？自己都袂使改，啊伊讲咱啊无通过，影响了咱甲其他国家签的分家规啦。签到一个嘛无，古早伊讲签一划了，咱甲其他国家会使签咧自由贸易协定，分家规，结果啦，一个嘛无，我一个嘛无行袂来，啊，而且是安怎，中国甲咱阻碍，咱无法度和其他国家签，啊，中国是安要阻碍咱甲其他国家签这个 FTA 自由贸易协定，是因为中国讲一台湾是伊的，啊，台湾来夹做伙，啊，做共同市场。啊，所以咱过去啊，3000亿美金，咱台商在头家啊，头家有办法，因有钱，啊，我起来台湾讲啊，工资贵啦，土地贵啦，环保要求足严啦，走去中国投资。所以啊，人讲人是两脚，钱是四脚，啊，所以头家讲无，你台湾袂使，我走来中国投资。结果啦，投资3000亿，咱台湾才这样惨。就是头家啊，拢走遐投资，拢无顾台湾。啊，咱台湾失业甲遮尔济，啊无头路，哦，啊甲遮个薪水又失业济愈来愈少。啊，失业济了吼，各位开个即服务业，生意嘛歹啊，洗衫啊、洗头啊、剃头啊，兼迄落兼鱼兼皮瓜。今仔日所有的问题，就是因为甲中国开放。啊！咱过去都足惨啊！咧，互伊哦，头家拢走去啊，投资爱走动啊，咱都已经哦，安尼害有你话，你即摆搁开放互伊来，安尼一路死，安怎拢死翘翘？咱咧本来中小企业搁好，恁头家恁走去，恁要投资赚你个了你个，啊！阮台湾阮遮个人吼，阮台湾遮中小企业阮嘛爱过三顿啊，嘛爱台湾嘛爱服务啊，咱都要做个好些，都真惨啊咧。啊！你即马讲安尼都无满意，要开放进来，啊！这是什么姿势？这就是要甲台湾啊，要互卖予中国啊！伊就是要甲台湾哦，送予中国啊！这有可无？可，咱就要甲挡，绝对袂使互伊通过。咱来打电话予立法委员，咱来甲咱的亲戚朋友讲，有机会大家站出来。绝对袂使予伊通过，若通过了，大家就准备翻破壳啊！有钱的人，啊，若无钱，咱唔知要安怎呢？有钱的人，我讲，咱要来美国，要对会使咧。啊，若无钱，咱就留伫这个所在咧。啊，咱哪会使安尼？咱台湾人也唔遐灵光啊，哪会使安尼渐渐予伊安尼？话买你哦，要台买了，要挂拢在伊的，无这个代志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一定要。哦，打拼，大家站起来，要阻挡这通过。今仔日来这个所在，就要甲大家讲，这个代志今仔日总是少数。啊，拜托各位啊，一定要甲恁的亲戚朋友，要甲伊讲这项代志，然后机会要站出来。啊，除这以外，我是电台啊，电台是真要紧的，所以今仔日来这，哦，甲大家拜托，就讲吼。咱需要3000个人，一人10万块，3000万，这爱建到儿童一六，因为咱头拄仔讲这个代志哦，不但各位今有机会直接听，咱嘛爱透过电台，甲放上，互全国的人知影，这真要紧呢，这真要紧。咱即马知影台湾啊，足济媒体拢拿赢的，拢统一，拢赞成的，啊，这拢大头家啦。马英九讲一句话无唔对，是安怎？讲台湾吼要有竞争力，是啥？要大经的嘛，要大经的都无问题啊。
啊，伊大兵要走去中国，要走去美国，要含中国合作，这拢无问题。但是咱这的中小企业，咱就无法度咧。伊无要顾大，伊就这中小企业，敢若顾伊马摇摇，哦，伊的朋友，伊大兵的，这是今国民党的问题。啊，今仔日啦，马英九、马政府无负责任的，所以今仔伫这个所在要甲大家讲，这是国家的危机。啊，这个危机要怎来解决？这是咱各位这公民的责任。哦，啊，阮在立哦，这立到有必尽的这个责任，我有了解。啊，阮要做工作，要放上这个代志，予全国的同胞知影。啊，阮需要经费。啊，所以今仔日来这个所在，就是要拜托大家吼、哦、来支持阮这立到吼、哦、这个电吼、哦、这个节目，哦，这个节目有法度。继续抢救到2016啊！安尼是哦，咱把这個消息讲予咱的同胞知影，这非常要紧，因为必须大家要加开这个马英九在行哦。你像讲这边埃及迄个几百万的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总统就落台哦，啊，其他是巴西哦，也嘛是几啊百万，老百姓加开，伊嘛在答应哦，巴西吼、哦，这個、总统。做到那个乱七八糟，老百姓吃起，啊，咱台湾啊，全过高义啊，啊，骂讲啊，恁这大家拢无意见，啊，我搁说一遍啊，搁拢说一下，啥话大家就拢无话讲啊，安尼我甲各位乡亲啊，这边哦，这个一法十八项的这个条文是这个结构结构无正常，迄是借主业，迄、那个借主业。老板因哦无问题，因为老板因有法度去处理这个问题。但是啊，这边这个中小企业啊，这是咱每个人拢会当着，每个人的亲戚朋友啊，中国资金来，中国的这个吼后边的国营事业吼，啊，台湾的吃甲死死，安尼咱就已经吼无救啊。所以啊，为了救台湾，为了救家己，咱大家就爱站起来。咱来做到，所以阮来到这个所在，呼吁大家，恁爱理解，唔通想讲啊，这项我无关系，无影响着我，这绝对是错误的。因为啊，中国伊就是要来占台湾，所以中国啊，那服务业开放，啊，台湾，我看吼，因咱这老百姓就惨，所以今仔日这个所在。希望大家了解这个危险，这个危机。哦，啊，希望大家哦，甲恁的亲戚朋友爱讲个清楚，爱提醒。哦，这个真正是危机。即摆共产党足厉害，过去吼1996年的时，哦，咱李登辉总统咧选的是伊用飞弹来威胁，无成功。因为美国人讲，你乃使用武力威胁，一讲特别的时阵，哦。啊，即卖呢？即卖这个共产党，伊讲啊，恁台湾人啊，讲，若迄个用武力威胁，哦，颠倒有负面的影响，伊即卖用钱啊，甲马英九合作开放，哦，中国安尼一个来啊，点点你拢唔知影，啊，安尼吼，咱台湾的危机就是一只，所以啊，拜托各位，恁爱了解。恁为着保护恁家己，保护恁的后代，保护恁的亲戚朋友，啊，保护整个台湾，大家一定要起来，一定要了解，多谢。今日咱家一起非常优秀的议员来到现场，啊，特别要来介绍是咱家一起咱的市议员蔡文秀，咱的少年议员蔡文秀大哥，非常年轻之余。第二位也是咱嘉义市议会之花，非常强棒。咱的嘉义市单品第一员，而且也有其他咱嘉义市咱的重要的来宾，有咱的杨青山老师，那么有咱的宋铁雄李长，非常欢迎咱的李长。李长这屁什么应该拢在用，啊，拖下来看了一次。啊，感谢吼，咱伫头遮爱特别感谢现场，等下念着遮个名，恁算做股东啦吼，3000个后援投手吼，已经
有分吼。我头讲疫啊吼，疫啊算两个，咱的新型疫吼，咱的老朋友啊吼，感谢你。啊，另外咱赖国川、赖平杰队是站起来，我们该说多谢。啊，咱的柯先生、柯信通吼，柯先生，感谢你，非常感谢你。啊，贾元气啊，贾元气啦吼，缘分的缘，贾先生，你徛咧对是红看一下，感谢你的付出吼。啊，再来林清强、林先生。啊，佮有张张五和华、张女士、张吴女士吼，张太太吼，感谢你。再来周鸿时、周鸿时、周先生啊，大家多谢你，非常非常感谢。啊，要介绍就是刚才以前，带着阮的请两位议员哈，啊，起来甲大家分享。啊，要介绍就刚才以前，我是要请宝啊哈，啊金宝啊，唔知走去对啊哈。咱到外口有咱小拿川的幸存者来到这个所在，为什么叫幸存者哈？爸爸洪灾时阵，金阁小拿起码统计起来，大约差不多550个左右，一个砖头。是穿500几个人吼，到规身拢无去啊！迄阵暗时伫小拿川太子宫，感觉办事唔对，紧冲去救人的人，就是今仔来到现场一个吴金宝吴先生，伊哪话哪句，啊，另外一个这个嘛是咱伫岛内到边咧帮忙的一个阿姨，也是到救囡仔，结果家己的某、家己的囝、家己的爸母拢暗伫咧土里吼。经过三冬的时间，小拿川的朋友依然甲伫到做伙，啊，即马伫外口吼，嘛有因的特产，包括伊的百香，即、這个百香果吼，即、這个即、這个汁吼，原汁真好啉，大家有时间会当来交关。啊，我看到阮的好姐姐、好妹妹吼，王美辉吼，伊拢都吃的，我大家看到伊拢是正价，今仔日都是正价来吼。咱的王美辉、王议员，感谢伊来，咱就嘛就请伊讲话吼。另外，感谢范淑慧吼，应该是小姐吼。范小姐，你在台铁队，范小姐，小飞机啊，感谢伊，伊嘛参加咱救援投手吼。好，接下来要来介绍诶，这位是我非常的尊重。为啥尊重呢？有人用省级来看，会讲伊是外省人吼。但是你若用国家来看，伊是台湾国的国民，伊是台湾人。请大家欢迎咱的金宏伟金老师，伊台来讲话，感谢。